丢脸丢到国外，王美静香惨被开业者打脸。王美静香在粉丝页推出送面膜活动，被质疑是假货，她赴泰国直播影片自清。Hello， 这里是 RAY 的门市。因为就是有人怀疑说，我的 RAY 是不是正品，所以然后那个 RAY 的总公司就邀请我过来了。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带大家来看一下他们的门市，这是他们的执照，可以看一下，泰国执照，这不会作假的啊。不过 RAY 粉丝页却发文澄清，他不是我们的经销商，他只是访客，谢谢。 RAY 总公司也发出公告，狠狠打脸静香，强调他们在台湾没有代理商，也没委托任何人在台湾推广他们的业务，呼吁大家不要分享影片，也不要相信此人所提供的任何资讯。其他网友看了以后痛批，他骗网友说东西是老板给他的，结果被打脸，丢脸到炸了，官方打脸呢，超好笑啦，丢脸丢到国外去，可以不要脸，但不要丢国家脸。